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。接下来要告白的是来自北京的老赵和老李，两人同住一个小区，经常在小区广场跳广场舞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老赵和老李先后跟小区一位陈阿姨学习跳舞，而且同时喜欢上了这位陈阿姨。今天两人一起来向这位广场舞认识的陈阿姨告白，陈阿姨会来到现场并接受他们的告白吗？大家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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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哦，两只这么有力的大手啊！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峰，今年58岁啊。我今天主要来啊，是向陈淑琴告白的。大家好，我叫赵晨，我是向我的女友，我的舞伴陈淑琴做内心的告白的。为什么要说那么重？我的女友，那是我在先面啊，以后你以后就知道了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俩告白的不会是同一个人吗？哎，还真是同一个人啊。我到今天到电视台向陈女士告白来啊。啊，是我先跟那个栏目组打电话说的。哦，这到这儿来是您先给我们打电话。哎，我先提出来的 啊， 啊。不是他怎么听着信儿了？啊，死皮赖脸非要跟你们来。啊，好，你不是给我搅和了吗？这个，这是怎么？这是我怎么来的？我说说这个啊。啊。有一天啊，不是媳妇打电话生人，嗯，哎，你是赵先生模式啊？你哪儿的呀？电视台的。我电视台的，我不是 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这个李先生现在要上一个电视节目，他说啊就要跟这个小陈啊说心里话。我啊，他说心里话，怎么我出去几天他就上那儿来了？跑这儿，这不行，我得来，得准备说说什么什么来的，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家，所以我也来了。有本事你别来呀，你找别的地儿说去。不来不行啊，这平台多了，你为什么上这儿来啊？要不说这个粘人不好斗，粘人不好斗，他想要这么个招来。啊，你看挺木木讷的，其实这活干的真漂亮，真漂亮。所以我必须得跟上啊，对，必须得跟上。我不漂亮就被你抢走了。对呀，火药味十足啊。您先说说你们的故事啊。是这样啊，我呢退休以后，反正我一直单身啊。退休以后跟一般的退休职工是一样的，整天就是做饭、吃饭、睡觉、遛弯。后来看着广场这些跳的交谊舞的挺好，又健身，我也想学，但是我这小脑不太发达，这玩意儿学跳舞费劲，挺费劲的。我就跟边上，我就自个儿就这么着，是吧？有跳舞学着，我不这样吗？我就这么瞎比划着。有一天呢，小陈上我跟前来了，说大哥您在学跳舞吧？我说是啊，我说没人教给我。他说我来教您吧。哎呦，我人家躲我都躲不过来，他怎么主动找来了我？这女人真好。这个人呢体现是什么？贤淑善良的性格啊，所以给我印象特别特别好。这样的女人都喜欢。啊，是是这些，但这年龄你不喜欢了，太大了。我喜欢。我们喜欢不是你那种喜欢。啊，对对啊。